好，我们刚才报告到慈恩宗目前来说，这个唯识一般人都比较偏于学习他的这个教理的部分，实际去观五重唯识观的人这现在非常的少那我们再看第八。三论宗，又名这个性宗，是当年龙树菩萨造中论和十二门论，以及提婆菩萨造百论这三种书，这个以这三个为根据。那么这三部论点里面，最主要说明的呢，是在强调大圣的忠实义理，讲他这个本体的这个义理，然后要做破执破障的这个作用，三论呢是以这个为主。那这个三论里面，我这边补充一个小的一个单元叫做八部正观，八部就是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来不出，它有这个八个部，所以当年藕益大师呢，自称为八部道人，表示他对这个八部这种大圣经典里面最中道真实的这个义理他心向往之，所以他自称为八部道人。那么所谓这个八部呢？就是在说明这个忠实的义理所以这边呢，就简单给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这个不生跟不灭，在我们来看，生跟灭是相对的。他现在把它否认掉，说他既不生也不灭，这是讲什么呢？讲整个大乘佛教经典里面所阐释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佛性。就是前面《华严经》里面讲的那个一真法界，就是真如，就是本来面目。那个东西呢，是中道真实存在的它本身呢说不生不灭，这个不生灭的现象呢，用现在的比喻来说就好像那个太空，我们说这个虚空虚空我们能说。它是西元前什么时候开始生出来的吗？太空啊，你不能说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生出来没办法讲。你说那个都不是生的，它本来就这样子好，那虚空已经存在了，那我们能不能说它到了西元什么什么时候它会被消灭掉？那不可能被消灭它是佛教讲的法尔如是，就是这样存在着。所以它本身从来没有生灭的现象，所以佛教呢，在解释像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就直接说不生不灭。但是如果是西洋的宗教呢，它就另外一个说法，你说这个地球怎么样生出来的太阳、月亮怎么生出来的在西洋宗教就说，那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好，从创造出来开始就生下这个地球啦、日月星辰这些出来的嘛。那在没有创造之前呢，又说不清楚了。所以西洋宗教在某些论点上面呢，在哲理的探讨上面呢，他们为什么要设立那个所谓的神学院？就是有很多问题，人家问了，他们没办法回答这个回答，所以他必须弄一个这个一个学院，针对一切的问题拿回来讨论，怎么样说的比较那个，怎么样自圆其说？他靠这个，可是佛教不是，真理是可以公开辩论的。所以佛讲过的这些事理，到了后面弟子啦、菩萨啦、阿罗汉啦，乃至一般的这个学者啦，都可以拿来探讨。
然后归结出来，承认佛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佛讲这个叫不生不灭，所以我们用太空来做比喻，它没有生跟灭的问题。那是说明什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没有生灭，它是不生不灭，就是永远存在。所以行菩萨道的人不怕死，不怕生死轮回。为什么？不生不灭，不会死，所以他可以啊，百千万劫啊、哦，这个为了这个成就道业，为了这个利益众生，浩荡赴前程，他不怕。像地藏菩萨，他可以长久的常住在地狱里面度众生。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哪里能够空呢？世界无尽，众生无尽，众生所造的业也是无尽，下地狱的人也是无量无边无尽。那地藏菩萨发那个愿，那不是太辛苦了吗？哎，他不怕，就是有这种啊八部的这种观念在啊。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讲这个不生不灭呢，主要是在说明我们的佛性是没有生灭的。所以不要怕死，啊！第二个，不断不长。上一期的生命结束了，然后我们不是说这个是这个佛性啊，就是我应该说灵魂了哈，或者是说意识啊、神识，就转世投胎，找另外一个身体再入胎，又去了，啊，住了一段时间，这个身体坏掉了，这个神识离开那个身体，又找一个这个胎胞入进去，又投胎去了。好，在众生界的现象来看，有断，他的生命啊，从民国，比如说一年生，好到100年断掉了，死亡了。啊，比如说这个七七之内，他又去投胎了。好，中间空档呢，比如说只隔一周吧，啊，这一周就叫做断。那这是我们凡夫的看法。那站在佛性的立场呢？佛性它没有断啊，它哪里有断？它永远存在啊，在这一生跟下一生之这的这个中间，它还是在啊。它在哪里？它在中阴身的身的这个境界里面呢，它并没有断啊。所以我们说它是不断啊。那是不是常呢？它也不是经常保持这个现象。一下在人间，一下在天上，一下当鬼神、当动物，也是到处跑。佛性本身不断不长，啊，那用现在的话来比喻呢，就像那个太空里面的星球一样，星球之间，啊，比如说地球啊跟这个月亮啊，用这样比喻好了，好，它有没有断开来啊？你说有啊，中间不是有空间吗？把它隔断了吗？啊，那这是不是真的断呢？不是。如果地球跟月亮真的断了，这个不是地球飘出去，就是月球飘出去。现在两个星球本身有那个磁场引力互相吸引着，然后保持那个最中道的状态。如果它不保持啊，不是月球靠过来就是飞出去，不是地球靠过来就是飞出去。所以它本身呢也是没有断，感觉上看外表是断，它的那个性质啊，它同一体，同一个太阳系，所有的星球彼此之间那个引力啊，保持一个平衡，它是不断的。可是它是不是也是经常不变呢？它也不长。它如果都如如不动，那就麻烦了。太阳在这个这边，地球在这边。如果彼此都长，都如如不动，地球这一边已经被烤焦了，另外一边呢已经冰天雪地，它本身还在转，还是要动。啊，我们这是用一种比喻的，说明佛性呢，它是没有断根、恒常不变的这个现象，它是随着它这个佛性外面的这一个所盖覆的烦恼业障啊这个习气。然后呢，牵着他到处去投胎，啊，所以
本身这个佛性并没有断的现象，叫不断。可是它呢，也不是一直保持着，比如说啊人啊，或者是什么天人啊，这个境界，它也不长。这个凡夫啊，虽然有这个佛性呢，就是这个现象。第三个是不依不异，它不是同一个东西，它也不是不同的东西。譬如说这个黄金打造的东西啊，手环是手环，金手环啊，金戒指啊，什么金项链、金耳环，都是黄金，所以它不异，都是黄金做的。可是它不一，你不能把耳环戴到这个手指头上面，不能把这个手指头这个戒指啊拿去当这个闭环，套不进去啊。所以它是不一不异，这说明什么？佛性不一不异。我们前面讲这个一真法界啊，就是这样，它不是完全统一的东西，也不是个别分开的东西，它随着什么？随着业的这个覆盖，呈现种种不同的现象，因此有十法界的这个事实啊，所以这个佛性在佛的法界，它就叫佛嘛，在人的法界就叫人啊。佛性本身啊不异，可是那个现象呢不一不统一，凡夫就是有这个现象在那边翻啊。那么第四个是不来不出。从因果来论，一切的这个因不是从我们内心里面跑出来的，一切的这个缘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因跟缘之间，它彼此啊是互相包含，互相包含的啊。比如说，我们讲我们这一生啊，我们来做人，这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怎么来的啊？是因为前生造了善业恶业，结果我现在呢有这个业报身。好，那么这个结果呢，现在又在起心动念啊，造作这个善恶行为，啊，这个果里面就含着因，下辈子要去投胎的话呢，根据这个因果啊，他已经就到跟这个善恶呢，他又到这边又去投胎了，所以因跟果之间互为因果。因因果果，果果因因，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里面跑出那个东西出来的。所以，他这个八部正观呢，是要我们去关照整个世间万法跟我们的本性的关系。你把它关照清楚了，就知道说，我第一个，他自然不怕死，生死啊，他就能够看得开。第二个，我不愿意再继续这样子的生死，所以我必须要修行。所以他这边呢，是用这个方式啊，来破邪显正。所以他下面写破执着跟破这个障碍啊。那么这个执着跟障碍呢，从外道来讲，就其他的这个宗教来说，他们把身体当作真正的自我。哎，三论里面呢，把这个外表假象的这个我呢，把它破除掉。就是除掉我执啊，那小乘的修行人有执，这个我执破了，可是他有这个法执，哎，这个三论里面的道理呢，就是把这个法执也把它破除，就是可以把外道跟这个小乘人呢，把它提升来学佛，他有这个破执的这一个功德在啊。另外呢，对于这个执着啊，像这个大乘佛法，哎，我有修行，我得到初果，我得到恶果，我得到这个菩萨什么什么阶位，他有一个有所得。好，我们都读过心经，心经讲无智亦无得，哪里有所得？佛性里面本来就是清净，本来就具足这些功德，你哪里还会去执着说？哦，我有修什么功夫？我有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功德？没有这种执着啊，所以把这一层的障碍呢，也把它破除掉啊。所以这个三论中啊，它有这些好处。那么这个是从姚秦时代啊，
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之后，就创立了这一个宗派。这是三论宗呢，它在这个修行上面呢的这个好处。目前来说，修三论的人呢，几乎没听过。一般人会去读诵经典，论点的部分呢，像这个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这些内容呢，很少人去探讨。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般人修学佛法呢，都是着相修行，执着有个相在修行的，所以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呢，它进步呢比较慢。因此，在佛法的这个传统里面，他一定要借助般若空性的这个方式来提升修行人的这个境界，突破他的法执的障碍。所以三论对修行者来说，其实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现在研学的人比较少，所以有关于这个讲这个心性空性的部分呢，现在人大部分都是依据，比如说《金刚经》。《金刚经》扫除四相，讲这个般若诵这个心经。可是心经绝大部分的佛弟子都会背，现在还有会唱的可是呢，对心经讲的那种无、那种空性的道理体会不出来，这是也很可惜的所以像这些呢，其实那个义理的部分跟三论中它都是相通的那现在呢？这个三论比较少人读，可是像那个《大般若经》600卷的《大般若经》倒是有人在研读，他所说的那个内容呢，跟这个三论的性质是一样的，他强调这种空性的道理，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有做基础，空做提升，这个是最好。那初学一定要从有去扎根，不要一下就入空。入空的话，你会找不到门路。先从有打基础，然后像这个道场里面呢，都有这个规矩，可是一般人也不太清楚。比如说，一个法会做完了，一个功课做完了，一个什么什么大悲忏什么这个做完了然后这个法会做完之后呢？他后面一定要安排诵一遍心经，就是前面你有没有忏悔有没有诵经念佛、打坐、持咒我都有，都有。当我们有一个我有做这个功课的时候，凡夫，那怎么样提升呢？到了后面心经，把你前面所做全部把它去除、扫干净。清净才是佛法，有所执，通通都是外道法，都是这个方便法，所以还是要回到清净，所以后面要用心经。那么古来这些法会法事都有这样子的安排，可是一般人搞不清楚，只是随口念过，都念完了，也搞不清楚，还是一样执着，所以没办法了。后面再设一个什么回向，把今天念佛、诵经、拜佛、持咒的功德等等，回向法界一切众生同源种智，再把这个回向给大这个众生界的这个大功德，再拿来做个别的小回向，什么什么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啦，你再去回向这个小回向，甚至于这个回向完之后呢，再做更小的回向，回向我健康发财啦，这个。这个子女好带回向这一些，可不可以呢？可以。可是回向真正的意义，不是在做这个，他是要把你所修的这些功德呢，把它空掉。真的空了吗？它不空啊，因为你已经有做了，意识心里面已经有那个印象了，现在是让你不执着它而已。然后要把它回向出去。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空性的道理。
那么在三论里面呢，他特别强调，所以他的这个重点在于大圣之忠实的义理，在整个大圣佛法，这是佛道晚期才开展的。那么这些经典的这个义理呢，在讲中道，在讲真实的这个理地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地球密宗。密宗又叫做真言宗啊，真言就是指那个咒语啦，因为它以持咒啊，这个比较这个大宗啊。那这边讲的这个密呢，它是讲密奥的意思，不是秘密的意思。一般人提到密宗，这么说它很神秘啊，很这个秘密啊，这个。不可以去做宣扬什么的，不是那个秘密，也不是那个什么什么神秘，是讲密奥，意思是说他的这个修学的这个内容，从他的理体跟事相的修持，都是属于啊比较深奥的，深到好像秘密一样，其实它不是秘密。佛法不怕人家学，怕人家不学。整个大藏经自古以来都是公开的，哪里有什么秘密？它没有秘密啊，它是密钥的意思。那在密宗里面呢，他们自己认为这是佛最深奥的境界。如果你的程度不是到等觉菩萨的位阶啊，你没有办法密宗真正的这个奥义，你没办法了解。啊，那既然没办法了解，那怎么学呢？它有方便法，它的方便法就是啊，三密相应，即生成佛。啊，这边讲的三密相应啊，其实在我们来看呢，也不是什么秘密。啊，先说三密，三密它讲什么呢？身、口、意三密。啊，比如说一个修学密法的人。他修的，比如说是绿度母来说好了，啊，是修绿度母做他的本尊啊，或者什么什么四倍观音之类的啊。那以绿度母来说，他就观想自己本身，全身都跟绿度母一样是绿色的，这个叫做身密。然后这个手呢，比如说他要持这个乌巴拉花，那个花开在这个。这个左边耳朵旁边啊，这花开这边，拿那个乌巴拉花，右手要结手印啊，这个口呢要持这个绿度母的咒啊，像那个嗡达惹嘟达惹嘟惹梭哈，他持这个咒，然后心里面要观想，在这个心啊的上面呢有一个种子字，这个字呢是怎么写？它这个字呢是放什么颜色的光？这个字呢，向右这样顺时钟是立体的这样子旋转等等他做这种种的动作，然后左脚要盘起来，右脚要垂下去等等。好，那么整个这个身心的行为呢，离不开身密，你要跟你所学的本尊啊，这个外表要跟他。学那个姿势啊，要一样，颜色要观想跟他一样，生命手印啊，手拿的这个法器啦、啊，什么花啦、啊、等等啊，要跟那个本尊一样。他说这个叫生命，好，口蜜要持那个咒，意蜜呢要观想那个种子字，好，这个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道理他没有讲，他说这个是非常密奥的。反正你就是一样画葫芦就对了，那么当你这样修的时候，到有一天你整个身心的那个转变，跟你所修的本尊呢契合，就跟他一样了，就相应了，或者说感应了。他说那个叫做即生成佛，所以他这个密宗里面所说的这个佛这个字啊，其实。从整个教理来判断，他就是断了见思惑，不用再去生死轮回，
他的境界相当于阿罗汉，阿罗汉就叫做佛。他讲的佛是这个佛，不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那个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修行，累积种种的福德智慧啊，这个来成佛的，不是那个佛。他讲的这个佛是阿罗汉，断见思惑，就可以不必再生死轮回了，就有神通了。所以在密教里面有什么什么视线红光身化成一道彩虹哦，就往生了，飞走了，确实有。其实仔细想，就是阿罗汉嘛，十八神变里面就有这一套嘛。好，这个叫做三密相应即生成佛。那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方法，根据什么来的呢？他说，根据《金刚顶经》跟《大日如来经》，以这两本为主要经典。可是今天，这个现象，就是很少听到有密宗的人在研究、在研讨，或者是根据这个经典来讲解或者学习这两部经，没有。所以今天的密教，跟这个传统的这个大乘八大宗派里面的密宗，其实啊已经是不一样了，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以前叫密宗，现在他们叫密教，不同了。这是要注意的地方啊。那这个《金刚顶经》跟《胎藏经》，跟这个《大日如来经》，在整个密教的这个体系里面呢，他把它归纳为金胎两部，金刚部跟胎藏部。金刚部是从果来讲，胎藏部是从因来讲。那这个金刚部果部的修行者，我们一般人学佛啊，居士顶多受到菩萨戒嘛。他这个金刚部的人修学佛法呢，他严格的要受到佛戒，菩萨戒还不够，要受佛戒。那胎藏部的人呢，这个他是从因来着手的，所以他们到后来发现了，我不可能成就，不可能成佛，所以也转而修弥陀法门。所以在密教里面有白弥陀、红弥陀、蓝弥陀，都是阿弥陀佛。那观想自己本身呢，比如说是修白弥陀，观想自己本身全身都是白色的，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念阿弥陀佛，他们就念阿弥陀佛塞，不是一样吗？修行到后来也是要到极乐世界去啊，那何必这样分呢？那就因为它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如果照金刚部的这个修法呢，你要受到佛戒，现在人菩萨戒连五戒都守得不好，菩萨戒更是这个是没辙啊，到了佛戒，所以要受佛戒几乎找不到人来受，所以他们退而求其次，金刚部的人呢，就修的人比较少，胎藏部的人修的比较多。可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注意这个经典本身现在没有人在学习，所以密教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他们认为是优点，可是也是缺点，就是他们是四皈依，他先皈依上师，才皈依三宝。好，这个上师到底修行怎么样，知见怎么样，你不知道，你怎么学？但是他不管。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所谓密教的修学者呢，有一点迷惘。上师有说他就有做，上师没有说他就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密教它本来不是这样子啊。以西藏地区的这个藏密来说，一个修学者进来先十年，把这个显教这些教理啊先弄清楚，之后才开始起修，然后在这十年当中，如何增加你的福德跟智慧，他有他们的功课，
啊，像那个什么上师相应法啦、四加行啦、四皈依啦，这个啦，什么大礼拜啦，每一种都，比如说都要10万遍、30万遍，他们有他们的那一套。可是今天在台湾这个地区啊，没有那种环境，而这些上师对这些弟子们的要求也没有如是的要求，所以都是在学表象。我们不是批评他，是说你们这样子做啊，太可惜了。所以要把密宗跟密教要分清楚，所以密宗的根本的这个教主不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要弄清楚啊。释迦牟尼佛是应身佛，应众生的需求来人间成佛了。好，我们跟着他学习，他所讲的都有文字记载啊，后面的人再把补记载的。好，这一些统称为显教。然后密宗的人说啊，你们那个叫显，我这个叫密，啊，这个密呢，就是因为我用这个三密相应的方法，可以即身成佛，所以他这是啊，他凸显他的这个这个优点，那这个三密能不能相应呢？确实可以相应，我们以世俗的一句话来说就可以了解了。一般民间有一句话，现在比较少听到。古人比较常说，就是硬你的嘴，硬你的嘴，就是说你一个人啊，讲什么话，话从哪边来的？不是外面来的，是从我们的心流露这句话出来的。话的那个根源是我们的心。好，你有这样的一个因心，讲了这句话出来，后来的结果会跟你这个因果它相应，叫做硬你的嘴。好，那讲回来，当我们生命做如是的观，这个知识，内心如是的去观想，口又做如是的这个持咒，应你的身口意呀、啊，它当然会相应啊。所以它这是很一种密奥的方便法。啊，但是它根据的这个。这两部经典呢，你们在学却不知道这两部经典的意义啊，也不去探讨啊，都只听上师的啊，会供啊，持什么咒啦啊，讲讲简单的开示啊，就过去了。这样子哪里能够修到什么三密相应呢？道理也不知道啊，这个跟原来的这个密宗的那个次第啊，都断层了，所以这个是。危险啊！然后这个密宗本身呢，是从唐代金刚智跟不空上师他们两位啊创立的，所以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密宗我们称它为唐密。但是现在流行的呢，是藏密，西藏地区的密宗密教跟蒙古地区的密教。那么这两个密教本身呢，又再细分为红教、白教、黄教、花教、黑教等等，然后这两个教派本身又跟当地这个民俗的宗教混杂在一起，不纯粹是原来的密宗。所以如果要学密宗，还是要从《金刚顶经》《大日如来经》先去深入。否则现在呢，外面呢这些假的太多太多了，这个很麻烦啊，所以这个呢要了解。那显教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说的，密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叫做毗卢遮那佛有的把它翻成大日如来，是他所说的。释迦佛。讲的是自己修行正果的方法，告诉现世间的人类众生。大日如来呢，是在法身的这个定的境界当中，定的境界当中，说自性法度自性众生，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学的。可是现在外面呢，流行的我看不懂。
那基本的经典也不依据，这是大麻烦。好，我们再看第十个净土宗。净土宗又叫做莲宗。净土是从它的果来讲，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果报土。因为是一个清净的国度，所以我们以那个果来称它为净土宗。那么这个净土就是一切念佛修这个宗派的人要求往生去的地方。所以称它为净土宗。那么之所以叫做莲宗呢，是因为在极乐世界上面，不管是佛菩萨都是站在或者坐在莲花上来表法。那一切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所以称它为莲宗。那么这个宗派呢，是在晋朝的时候慧远大师他开创的。他在庐山建立这个白莲社，邀集这个出家众、在家众，当时的还有这个大文学家，像那个陶渊明啊，那个什么什么宰相啊，都把他邀集去那边修行。123位，根据记载，123位通通都往生极乐世界，一个都没有遗漏。那么这个宗派本身的建立呢，这边写根据《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佛经》这三种为主要的典籍，后来有增加《华严经》、《普贤菩萨恨愿品》，后来再增加《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变成净土五经。然后之前又有人增加《往生论》。所以这个五经一论是这个净土宗最基本的主要的典籍。其实我们看大藏经的人都了解，这个在经典上面提到极乐世界、提到阿弥陀佛的，不是只有这几本而已啊，几乎啊这个一半以上的经典都有提到。所以祖师大德才说这个净土宗这个修行方法是千经万论，处处指归。那么这个宗派他要修行是求往生极乐净土，是求往生，跟其他的宗派不同。其他的宗派是求我怎么样断除见思惑，断除这个尘沙惑，我怎么样去成佛。所以其他的宗派是求什么？求证，证那个果位，我要成阿罗汉，我要成菩萨，我要成佛。绝大部分都是以成佛为最终目标。可是净土宗呢，没有谈这一套，你要知道它的特点。他没有讲说你要断见思惑，没有提。没有说你要这个证到什么什么果位，他都没有提。他只说你相信，你发愿，你念佛，然后求往生极乐世界，这样就好。到了极乐世界，其他宗派所说的这些问题阿弥陀佛亲自帮你这个解决，你这个时候不用急，你急也没有用，经典也看不懂，修行也没有那个环境，毅力又不够，业障又深重，你这个时候难修了，你就往生极乐世界就对了。好，那怎么去呢？他这边写四种念佛的方法。第一种实相念佛，实相就是前面这个华严中的一真法界，就是禅宗的本来面目，就是所谓的真如，就是所谓的佛性，这个通通都叫做这个实相。所以要用实相念佛的功夫的话，你先修行证到实相的境界，用那种正量去念佛。所以这个实相念佛呢，是菩萨所修的法。所以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他们都懂得实相照样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现在呢，不要好高骛远说，我来用什么实相念佛，不可能。那现在外面有人提倡无相念佛，那个是错误的。
关系到众生的慧命啊，我们不得不稍微解释一下。古来对于实相的解释啊，就是实相者无相无不相。啊，所以在佛性，如果把这个实相解释为这一个佛性的话，佛性本身它没有形象。那如果一个修行人啊，一直安住在这个无没有形象的境界里面，就好像什么？好像阿罗汉住在这个不生不灭，刚刚讲八部嘛，他住在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里面，他就没有显现任何的相，他不知道躲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啊，那么这个叫做这个无相啊。那如果住在这个境界里面的话呢，他对于佛法的弘扬，对众生的救度一点帮助都没有，他无相啊，你根本看不到他，他不起心动念啊，他就住在那个不生不灭那个小涅槃的境界里面了，他帮不了众生啊。虽然他自己本身已经解脱，不用生死轮回啊。第二个实相呢，解释为无不相。无不相是什么呢？没有一个相不是佛相，不是这个实相。所以这个就是等于是佛跟菩萨了，他就示现无不相。所以我们以这个观世音菩萨来说比较清楚了啊。观世音菩萨他除了普门品上面的32应化身之外，那是应化有情众生哦。你看他的感应记，他还常常示现无情众生，有的时候变成一条大马路，让你赶快这个逃难跑掉了，回头一看，那个路不见了。有人从山上掉下来，被一棵树卡住了。等他这个人爬到山上去，哦，爬到这路上去了，回头一看，那棵树不见了。菩萨他们的悲心啊，示现啊，不是只有示现一个有情众生的现象而已，包括无情众生的这个境界，乃至于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这个地球就是一个佛菩萨所示现的，做什么？安住这些众生在这边生活，他可以这样示现了，所以他叫无不相。啊，看一切境界啊，都是阿弥陀变化所作，就等于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要解释这个实相啊来看的话呢，如果外面现在讲的，你用无相念佛，那是讲不通的。无相就没有相了，没有相，那你还念什么？那不叫念了。他们把它解释为什么意？那连意也没有啊。我们一弹指有90刹那，一刹那有900个生灭。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念头起来，生灭的速度，那比电子的交换还快。那凡夫呢，感觉不到那种生灭的那种现象，以为说我无相，那叫骗人骗己，那是不对的。然后弥陀法门啊，这个净土宗，它是立一个相，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有念佛的方法，有这个有人往生，所以它是立这个相呢，安住我们的心，然后我要学习这一个方法，我要去往生极乐世界，它是一个立相助心的方法。所以呢，如果你用实相念佛，目前我们真的是做不到，那是菩萨的境界啊。那第二种呢，观相，观一个相来念佛。那古来一般他们都用什么呢？用波州三昧经。修波州三昧成功的人，可以感应佛现前，在眼前啊，那不止一尊，十方佛都可以现在眼前。然后你亲自看到了，哦，原来佛是长得这个样子，然后观这个相念佛，等到这个境界退去了，因为你见过佛，这个时候你可以观那个相，佛就是那个样子，你看过啊，观那个相来念佛，不是一般世俗名塑木雕的这些相，那叫观相念佛。那因为这个、要达到这个程度呢，也不容易，所以古来不太提倡。有修波州三昧的人本来就不多嘛，
第三种是观想念佛，根据《观无量寿佛经》16种观想方法，你可以这个1到16啊，把它这个练习一遍，然后从这当中选择，哎，我跟某一个观想方法比较契机，比较相应，你就专修那个法，不一定要跟着，人家修什么我跟着修什么，不需要。个人的这个因缘不同，这是第三种观想念佛。第四种就是持名念佛，是根据《阿弥陀经》的，持持阿弥陀佛的名号然后呢，念佛的时候就是都摄六根精念相继，用这个大势至菩萨的方法来念念到什么？念到能够念到一心不乱最好。那能够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呢？自然心开意解，是一心就断了见惑，到离心见思惑都断了，等于阿罗汉了，等于这个密宗讲的即生成佛了。以这样子的程度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不往生的。所以这个念佛方法呢非常好啊。因为这个方法呢，它不讲教理，没有说什么什么见惑思惑，什么成沙惑啦。什么什么怎么修怎么修啦，观什么空啦，观什么有啦，通通都没有这些教理问题的干扰，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所以他上中下三种根器的人都可以修。一个全世界读到什么什么什么总做到什么总统啊，什么博士啊，几个国家的博士跟一个不认识一个字的老太婆，都一样可以修这个方法。乃至于八哥、鹦鹉这些小鸟，都可以因为听闻佛号，它能够入心，照样往生。所以它立根、顿根全部都收摄，对我们在家学佛的人来说呢，很方便，不需要什么闭关，不需要什么什么特别的环境，你在日常行住坐卧生活当中，处处都可以提起这一句佛号。只要没事，心里静下来，你就是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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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三句、三句、四句，就念十句，还有时间再十句，有时间再十句，随时都可以念佛。有人你就默念，没有人你可以大声念，你也可以边走边念，边拜边念。你也可以不出声音，躺在床上。观想声、默念，通通都可以，非常这个能够适合所有根器跟因缘的人。所以这个净土宗呢，古来就非常的这个流行乃至于到了这个临命中生死关头，你想一想，一个人到了这个生死关头了，你说我赶快起来修禅打坐，来得及吗？坐得起来吗？你说我赶快修天台的止观，我要修华严的什么法界观、唯识的这个五重唯识观，我来修什么空性，修什么密宗的什么通通都来不及了。到了临命中的时候，最后刹那，这个要这个往上升还是往下堕落，这是最紧要的关头。你想一想，这些宗派法门，如果你平常没有修行的这个所谓成功成就，到了临终，只剩下这句阿弥陀佛最亲切、最可靠。所以以上这十个宗派呢，我们这边呢就是简单的这样子带过去一遍，那大家呢可以去体会它目前来说，在汉传佛教的这个大环境里面，诚实宗没有了。聚色宗也没有了，诚实宗已经并入三论宗里面，他讲空性；聚色宗讲有，他并入慈恩宗，就唯识宗里面。他唯识宗讲百法，聚色宗讲75法，他也被他合并掉了。所以前面这两宗形同虚设，有名无实了。第三个禅宗。禅宗从宋朝之后修的人就不多了，
开悟的人更少。今天你要修禅，哦，我们不能说不可以，哦，个人的因缘嘛。可是如果没有老师，就是确实有开悟的老师来指导，你修对修错你也不知道，哦，那就算修行有开悟，悟后起修，还是要选择一条路去啊，不是悟了就没事啊，悟只是知道啊，我知道台北怎么走啊，可是不走也没办法，哦，那要去台北，我知道要知道台北在那边了，要去你再选择，我是搭飞机啊，坐车啊，哦，搭火车啊，自己开车啊，你自己再去选择。所以就算能够开悟，悟后起修，那你要修哪一宗？你要修什么方法？啊，那你要去哪里？第四个，这个律宗，持戒律，啊，现在的人对戒律啊，连法律他都不守了，还有什么戒律啊？啊，这个戒律是什么？以居士来说，最根本的五戒十善，有的人连三皈依都没做到。啊，那这个戒律我们讲过了，目前是中国佛教的戒律，不是纯粹佛当年的那个四分律，是根据它，然后把它摘录出来，适合汉传佛教这个地区的人来学的，已经啊不是纯粹的原始的那个律典了，啊，那这个，然后你要学，要跟谁学啊？第五个天台宗，它是教观双美，有教理的部分。现在大部分人在学习天台宗，都是学教理。它有观行的方法，学观行的方法呢，这个现在来说有非常少。啊，有实际在修这个天台止观的人呢，墨学所知道的不多。只有台北一位慧月老法师，宾中法师的徒弟，他老人家目前还在修这个止观，专攻摩诃止观，其他几乎很少听到有人学这个天台的这个观法，他们都是学教理。啊，第六个这个显首宗华严宗，华严宗目前台北有一个道场。有办一个华严的专宗学院，培养这些华严的人才，可是偏重在教理的开展，实际修这个华严观的人没有听说过。好，第七个唯识宗，目前来讲也大部分都是学习唯识的道理，修这个观法的人呢也没有听说过。三论宗呢？啊，早就没有人在学了。密宗呢，目前呢，是叫密教，不是密宗，这个大家要分清楚。而且这个所谓的密教是这个包含许多他们当地的那个一些宗教在里面，所以很复杂，不是纯粹的密宗。啊，所以现在呢，这个以这个北部的那个情况来讲，啊，这个报纸啊，这个常常啊就会出现骗财骗色的这些新闻，都是这些外来的密教啊在做的啊，这个呢要特别的慎重。然后如果从历史上来看，有一句话要注意：密教兴，佛教灭。当年密教兴盛，造成佛教的灭亡，它是一个助缘之一。印度佛教到后来完全消灭到连一个道场、连一个出家人都没有。它基本上一个是雅利安民族的入侵，回教徒跟着进去，大肆破坏佛教，这是一个事实。之后这个同时，当时的婆罗门教恢复就是现在印度教恢复啊，那么跟佛教呢也混杂不清，神佛不分了，就像我们这边一样啊。然后最主要是
密教佛教本身呢、啊，这个趋入密教密圣，密教兴盛，然后佛教呢就比较不去重视传统的修法跟因果观念。你依上师到底有没有正确，你不知道。而且佛最后的遗教是依法不依人，而密教是先依人再依三宝，这根本的这个违背啊，造成这个乱象。啊，那第十是净土宗呢，是目前呢、啊、所有的人，不管出家在家都可以修的。好，那么以上这十个宗派呢，律宗跟净土宗是所有宗派修行人共同都必须要学的，因为你学了律才有基本基础，戒为无上菩提本，你在这个学成佛的根本。那净土呢，是啊一种保障。万一修其他的东西没有成就，求个往生极乐世界，不用再去轮回，这是最好的保障。好，这一课呢，简单报告到这边。